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冰糖。这两天不是有相自习来开了吗？简单吐槽两句啊。您要是觉得我讲的对了呢，赏一个关注三连；觉得不对的话，您就当我一小丑。我是傻逼。就是 UP， 我想说的是，游戏活动存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？有人说是为了获得游戏资源要有用啊，也有人说是为了增加游戏的趣味性要有趣。但是 UP， 我个人认为，一个好的游戏活动应该是趣味和奖励并存的状态。既要有用还要有趣，二者缺一不可，这才是一个好的游戏活动。但是看看最近策划做的活动呢，有相自习来点空格就完事儿了，立本点鼠标就完事儿了。虽然说给原石确实给得快，但是 UP 我还是想说，我们是来玩游戏的，不是单纯来挣原石的。机械式的重复性玩法就是策划缺乏创意的体现，颇有点黔驴技穷的意思了。真的没有必要吹立本，这个活动给原石确实是快，确实是方便，但是其实每次立本一出来 UP 我都是心一凉的，因为它出来就代表着策划又没活动出了，又不知道该做啥活动了啊，就只能把立本派上来凑数了。真的我求求你们了，原神策划们，长草期就已经够无聊了，做活动用点心吧，放过立本吧。这么好的游戏，你说玩家最后都因为无聊退坑了，多可惜啊。发挥一下你们的想象力，开发一下你们的脑洞，你们是开放世界游戏啊，大世界这么多东西，拿他们做活动不香吗？少做一些这种点点点的活动吧，因为真的很无聊。这次一定关注。